朋友们看到这一只鸽子，你们就认出来了啊，这是芬妮卡，我家的芬妮卡幼天新成员。哇，长得好快呀，第三天就长这么大了。哎，这一只还不是插条，哎，这一只好像不是插条吧，看，你看这一只可能是全灰。我再看另一只啊，另一只，哎呦，这一只大的是插条。朋友们你看啊，这一只是大的，这一只应该是雄啊，是插条啊，这个是双边插条啊，它这个就是像他妈的，这一屋里面这一只大的应该是雄哥，他呢遗传了他妈妈的羽色，那一只小的呢不是花的是灰啊，是遗传了他父亲的颜色。今年呢我把这羽雄哥配了这羽芬妮卡啊，让他出小鸽子看一看。这羽雄哥呢，说他的血统，朋友们也许对这个血统还是比较陌生的，是他老外的名字命名的。你看这只鸽子怎么样，这只鸽子，这羽雄哥呢也是我们合肥赛鸽名家啊，邱福全老师支援我的，我说的支援是无偿支援啊，是不要一分钱，无偿支援。这只鸽子当时飞的成绩是600公里20米，他的弟弟飞了600公里冠军，比亚军早45分钟归巢。我为什么要用这只鸽子来对这一只芬妮卡？这只鸽子以前我也对了芬妮卡，是我强哥家主血芬妮卡老芬妮卡的侄女，我今年呢又对了他。这只芬妮卡呢就是那一只芬妮卡的女儿，也就是说我用这一只雄鸽对了他们母女俩。这只雄鸽对他母亲的时候出的小鸽子，飞了500公里39米，我说人为原因，朋友们就说了你有太多的原因啊。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什么叫人为的原因。500公里比赛的时候，我先回来一只鸽子是500公里第12名，12名回来以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我那一只鸽子就是他的儿子就回来了。回来了那天在我那个鸽笼的进口的地方是人家的一个园林，栽了树的，刚好那天那个人在那里里面修剪树枝，还有带着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穿了一身的红衣服，离我的跳笼只有3米远。我那鸽子回来以后不下笼了，我等在笼里等了半天，哎，我说鸽子回来了怎么不下笼，我出去一看，看到了有人在那边在修剪树枝，我慌忙的就叫他让开，他们呢也以为往前走一小节躲在树底下，认为鸽子就会下来，其实鸽子飞在天上能看到下面，尤其是他女儿那一身红衣服，那个鸽子呢吓得就不敢下来，在天上盘旋了至少10分钟，还是我软硬兼施的脱离开了，后来鸽子才下来。就那样他还飞了39，就是我所说的人为的原因。今年呢我再给他对上他的女儿看一看啊，看一看他们能飞什么样。这是一只啊不可多得的好雄哥。今年呢我就让他出这个小鸽子，我套两只环试一试啊，如果他飞出来了以后我再拿这只鸽子再对那个39米，也就是同父异母，他的子代再相配，异母呢还是母女呢啊，这个关系挺乱的，这是以后的事儿，现在呢先就养着吧。好的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我就说到这里，再见。朋友们你们好，
从我发视频发鸽子以来，有的朋友呢向我要鸽子蛋，你不要的鸽蛋你能不能给我，我拿回来孵小鸽子，快递费我出，你把寄过来就是了。也还有的朋友说呢，我买你的黄金甲蛋，黄金甲呢啊，很多朋友呢你还没有还没养过，他就要了那个黄金甲的蛋，他说你卖给我，我也不是白要你的，你说多少钱我把钱呢先给你，你还不放心吗？你尽管我一再的和朋友们解释，仍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要买蛋，还有要叫我给他蛋的。今天呢我就跟朋友们说一下，这个鸽子蛋你一经过长途运输回去以后就没用了，因为这个鸽蛋你经过运输一颠簸破坏了它里面的结构，你拿回去你是孵不出来小鸽子的。你说快递包装好一点，随你怎么包装也不行。这个呢我是有体会啊，我以前也从朋友们那里也给过蛋，但是我自己开车，我是小心翼翼的装在口袋里，拿回去可以孵得出来。我去年从肥东搬回来，我自己小心翼翼用毛巾包起来，卫生纸包了多少圈，我自己开车距离是80公里，回来以后没有孵出来一只小鸽子。那你说快递那就是更不可能了，因为你这个包裹它是扔来扔去的，你那鸽蛋在里面都散黄了，也就是蛋黄在里面都是散掉的，你是孵不出来小鸽子的。还有一点呢，我在这里跟朋友们说一下，所有网上卖种鸽蛋的都是骗局，他在网上挂出一对鸽子，4冠鸽王5冠鸽王，那个成绩是飞的是相当恐怖，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。他卖他的鸽蛋200块钱一对，150一对，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很便宜啊，我买回来这么好的鸽子，我把鸽蛋买回来我给他孵一对小鸽子，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你花了150花了200买回来的蛋是废蛋，你知道他拿的什么蛋给你呢？你不知道。随便什么蛋，再贵重的鸽蛋经过长途运输到你家里都是废蛋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小心掉入他这个骗局的陷阱当中，第一次你拿回来孵了没有孵出来鸽子，那你跟他说，他说可以我是报换的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好，报换2枚鸽蛋，他叫你先给他40块钱邮费，又给你发2枚蛋回来，你抱上5天7天以后还是没血丝，好，你再换40块钱邮费。当然，他寄这2枚鸽蛋只要几块钱的邮费，他就像这样一步一步的套你，你花1000块钱还没孵出来一只小鸽子。啊，以前我就说过，天津宝鸡区的一个姓王呢。他挂了一对黄金甲，飞的是前几名，他查了那个鸽子环号根本没有成绩的，查不到，他那个挂了一对黄金甲就是卖蛋180一对，骗了无数的网友。朋友们不要掉进这个陷阱当中，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你们记住，不要从网上买什么种鸽蛋，都是骗人的。朋友们，关于这个种鸽蛋经过长途运输还能不能孵出小鸽子啊，答案很清楚，孵不出来小鸽子。朋友们，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动动你的手指点个赞，再见。